直播吧。8月22日讯，据西班牙媒体世界体育报消息，22岁的米兰中场哈利洛维奇将可能会以租借形式加盟西甲科罗纳或者西班牙人。这名克罗地亚球员在今年夏天与汉堡解约后，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红黑军团，但在卡斯蒂列霍加盟球队后，米兰决定外租哈利洛维奇。这名年轻的克罗地亚球员曾在四年前加盟巴塞罗那，但这并没有为他带来好运气。他经常遭受伤病，之后哈利洛维奇效力过汉堡和拉斯帕尔马斯。在与汉堡解约后，克罗地亚人重磅加盟了 AC 米兰，然而在意大利转会窗口关闭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米兰签下了卡斯蒂列霍。加图索不能保证哈利洛维奇稳定的出场，俱乐部也决定将克罗地亚人外租。意大利和英格兰的转会窗口目前已经关闭，所以西班牙是最合适的去处。米兰和哈利洛维奇经纪人正在努力操作转会，有很多西甲球队对克罗地亚人表示了兴趣，其中就包括科罗纳和西班牙人。哈利洛维奇效力巴萨 B 队时的主教练是 UCBO Cyclist N， 他们的联系非常密切。当时在克罗地亚人从巴萨租借转会至西红柿季后不久后，这位教练就公开表示，这是一位有潜力的球员，当你看到他时，你就知道他有与众不同的能力。西班牙人此次也看到了补强球队的机会。